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我去对面勾引勾引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嗯？我操你妈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少了一瓶药啊，大哥！怎么没素质？我这螳螂平 A 不是掏吗？掏银马怎么有问题吗？掏你马没有任何问题，我觉得呀。这杀口行啊，这杀口。哎呦我杀口。谢谢我杀口啊。躺见了。谢谢杀口。这杀口可以啊。我看看我们这把怎么赶可啊。这家伙这没有一路是有控制的，我天。中路小绿人打维克托，前期可以来一来，前期可以围绕中上打，下路其实不用去，下路没有控制，下路就打被动，他们一般都是那杀口辅助都打反手，马上来，去中不去不去上去中这波。维克托挺骚啊，靠，差不多了，你走吧，别耽误我事儿了啊！哎，你回家呀！你干哈不回家呀？这人，你亏你没办法，人家带着传送，你只能回家。我们没法赶客，赶客俩人的左边银马出来不都死了吗？这家伙这还让人玩了不？这整个破日女的吗？这在野区还住上了，我操！아군이다녔습니다这不去下路赶客都不行。先把这蟹打了。
先升个武尼，中路没法杀啊。 我操你妈！走，往下路走一波。等什么时候小绿人六了，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就干他？直给我干他！他咋的呀？啊，不，他咋的呀？你他怎么喊成这个样子呢？我都没明白了。 这女警是不想走啊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为啥不走啊？他凭啥不走啊？先去吃口屎，去野区看看能不能打个红，打完红我们把龙打了。 操你妈！又是点烟！哎呀，可是我不上好了，我就感觉这日女杀不死。 这样吧，这波我们直接水银鞋，不掉的好了，他点烟好了，那日女。等一会儿啊，别着急。 下回还是别打，先把这银马看看能不能杀了。 打不着刺儿，挺好，全死了他们。你别点了，你老点啥？哪有空理你呀？那下路打的都揭不开锅了，还在那点点啥呀？哪有功夫理你？ 打个红很快，等个惩戒啊！
처치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도디 사야봐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我也不是坐火箭去的，兄弟，马上到。别着急，你直接打他，他不死了吗？打！真装备，咱也不知道有眼儿，还为什么这么装。 很奇怪啊，这人确实是很奇怪。你等一会儿啊。 别着急，我这都有事儿呢，你撤就行。来上！这时候不上，可以。 你大呢？可以青钢影，先打他个小鸡儿，再打个红。 没空了啊！哎，往下走嘞。这女儿是真恶心。 你给我打死他！你给我点死他！我先回趟家啊！我4000来块钱，你们先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！我不是坐火箭的，我不能哪哪乱走，我不能哪都去，能不能稍微等我一下下？ 我不是飞毛腿导弹，我得上家里边进货了。船长给我杀了，没技能。 好了，去趟中路，来啦，维克托。 升个 W，女警想越塔其实不太容易。
这没法上啊，那后边有织女，谁知道那后边有织女。我先打个蓝啊，等会儿完了，青钢影被干了。先把日女儿秒了，掏 A， 平 A， 平 A， EQ， Triple Kill， 打半溜。我上塔拔了吧，这游戏不拆塔其实有点蠢。我拆点塔。先吃个药，这船长可以杀。没有大吗？进货，哎，日女杀了，别走，我说了别走。你们是不是都要死？我感觉，别，没个多大啊，死不了啊，快跑，撤，我先撤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不行了，船长万一啪一个大给我大了，我这里有针眼，再见。这一波我们坏一波，做一波坏事啊，兄弟们，干一波坏事。我们这一波，我们这波不去打自己的红，我们去打对面的红，干波坏事。这样吧，守株待兔，先把这鸡打了，来这里守株待兔。OK， 马上来人，在这等啊！这位置视野特别好。维克托其实能杀，算了，人马没来，先杀个维克托试试水吧。谢谢你的人头，怎么伤害变低了呢？他出沙漏了哈，我这怎么打的不咋掉血呢？哎呦，这女警你们这都不行，你看我的，打吧妞，看你们的了。哎呀，大口死了，打掉小龙的。我行啊，我那不给他打死了吗？虽然是队友打死的。
你们这都不行，看我的，我也不太行，哪来个银马？哎呀，没想到这维克托跑的有点快呀，他一直跑啊。给我下当了，谁给我下当的呀？维克托给我下当的呀，不是好消息，大龙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我因为我闪现一手 W 他死完，我直接飞走，这么想的，你知道吗？谁知道那维克托跑的那么远呢？谁知道他那跑的那么远？不知道他那么害怕干嘛？哎呦我撒口，对面中塔还没掉呢，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能踢死不？伤害太低了，青钢影，二换四，二换四其实不合适，我没想跟对面换。哎呦，他漂亮，二换五把中塔拔了，这个中塔太碍我们的事了。对面这个中路一塔太坏事了，真的。把大龙打了，不行，钱不够，我想要个青鱼，稍微等一会儿。别先来个青鱼，小驴人的补刀，补刀一百多刀还行吧，跟我来，别在那打石头人了，带你打好东西。这东西好不好？你打的石头人干什么玩意儿了？你又不给钱，没给多少钱哟。这波注意啊，别用技能，用 W 技能容易暴露我们的位置。这边可能会来下路，如果实在不来，我们 W 收线。老这样式砸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弄你，这给我砸的！先把他桶子都给他拔了，这船长就废了。打吧妞。你说一个船长要是他的桶全部被人给打了，他得多难受，上边船长难不难受？是不难受了？难受。
这个 E 怎么是立定跳远呢？挡一下，好家伙！打个蓝 buff， 升个16级，长个翅膀。往哪走，小船长？谁 double Q 呢？这咬你一面，挺猛啊！哎呦，挺猛啊！差点没把我给杀了，我的天哪，不敢单呐！来个春哥，吓我一跳。飞！每次都差一点，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差一点吗？因为蝴蝶效应。为什么每次老差一点？因为我们十六级。为什么十六级？因为我们前期拿银头拿的多了，因为我们装备好，就差那么一点，每回都差那么一点。如果我的装备再差那么一点点，可能就不好了，我可能就死了。这咋办啊？狼了啊，狼了，射一手吧，狼了一波。没得孤立无援确实不行啊。女警放了五个夹，这沙口的皮肤怎么一直感觉是个假的呢？啊，对，就是假的，我说的嘛。哎呀，你给我打死！那青钢影就从来就没拉起过是吧？我干哈呢？其实都可以直接一波，不过队友不想一波，那就算了吧。队友想多玩一会儿，老维克托奶奶的。Oh my god， 死的惨，怎么那么骚呢，维克托？其实我想知道你烧什么东西。
维克托烧也就算了，你有什么好烧的？我飞！别上，别上，别上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！团长搁后边呢。先打个风龙龙魂给你们。啊！吼什么？大龙拿下！干维克托那是一定的，只不过不要着急。我先来个装备。我杀维克托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人马一顿划了呀。死光了，死光了，对面就会打大龙。对面不打大龙，对面不打大龙怎么办呢？输了，25-52，风龙龙魂，对面破三路，剩个主基地，你来跟我说输了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你会看游戏吗？我就纳了个闷了，到现在，现在到底，到底你会不会看游戏？我就想问一下呢。给我来了两个字，输了，跟我说。等一下人，维他命，女警没在，杀后边来。输了是吧？拿啥输啊？拿啥输，兄弟？我问问你，拿什么输？点基地呀、啊！这给我撞他妈那哪里头去了？哎，输了！我的天哪，秒杀！咱能不能别老大惊小怪的？团输一波就输一波了。25-52，风龙龙魂，对面破三路，剩个主基地跟我来了句输了。他是啥呀他？